受惠于东方龙狮 Project E 拓展计划，去到葡萄牙学法嘅香港 U18 足球代表梁又慧，星期日同普及球队科雅比达迪签约3年，继师兄余之南之后，成为该队历来第二名嘅香港球员。我上个星期啱啱先至18岁仔生日，花名一仔嘅梁又慧，司职后卫。早喺2018年已经系踢过葡粤球队洛里什青年队，经过年半嘅训练之后，终于获得葡甲嘅科雅比达迪开出职业球员合约。咁并且喺球队主场对住国民队中场休息嘅期间举行签约仪式。咁呢个时候一齐听下一仔有啲乜嘢嘅感受啊？感覺相當興奮同埋開心啦！咁終於可以為科雅比達迪去出賽，因為話曬都嚟咗一年半，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充足，可以為佢哋出賽。咁我而家暫時咁一開始會用一個平常心心態啦。咁學球每日練波就俾出100%去進步。咁平時唔使練波就可能去做 gym 去跑步啊，去加強下自己咯。预期加盟初期，一仔会先在科雅比达迪的 U19 联赛披甲，希望他可以越踢越好，继而再进占一队咧。